对对，女儿啊，全诗人在此，快上前谢过恩人。不敢视作树荫啊！贤弟啊，此去问罪敬贺，可有枉杀众生？不敢，谨记兄母教训。嗯，那泾水小龙，打小龙吗？哎。非神帝一路、啊、以三昧真火焚其身，应将小龙喷光见怪。
先生，今日好酒量，侄女儿开敬一杯。